你别走。你说我应该提一个什么样的请求？你直接让他做你女朋友。博士，怎么样？到哪儿了？我去接你啊。不用，待会儿我们直接电影院见。喂喂喂！哎呀，挂倒是挂挺快。行吧，谁让你是博士呢？说什么都对。快走吧。选这个。哪个呀？这。啊，行。人呢？喂，你在哪儿啊？我在电影院里啊。你进来就是了，这是1号厅4排9座。啊，行，不好意思啊，怎么不等我呀？我刚刚在门口等了你半天，我还给你打电话，这么多人。吃吗？谢谢啊。我为什么要在外面等你啊？我们是来看电影的，我不在外面自然要进电影院，这不是很正常的逻辑吗？不是，那我你也应该在外面等我，然后咱俩一起进来吧。走廊怎么了？你自己不敢啊？哎，我说小朋友，你都几岁了还不能独立一点？我是小学1年级都不用结伴上厕所了。不是，这啥呀？虽然我不懂这么做有什么必要，但如果你一直这么坚持的话，我记下来吧。哎，没事儿，我自己缓缓就好了，反正进都进来了，也不差这一会儿。嗯，那你自己消化好情绪就行。嗯，消化好了。嗯，哎，电影开始了。男女主一见钟哎，那个有点饿了啊。怎么样，像我这种级别的大厨给你做饭，是不是感到特别幸福啊？啊，除了我你还能给谁做啊？怎么，需要付钱吗？不用，说不过你。来吧，请。哎呀，怎么样？
真不错，尝尝。嗯，真不错。不过也是谢谢你啊，我就没有这种做饭的基因，到现在只会煮泡面。那如果你要觉得好吃的话，我就可以天天过来给你做饭，这样的话你就不用吃什么泡面榨菜没有营养的东西了，怎么样？哟，让你这种级别的大厨天天给我做饭啊？嗯，那我可气不气。没事。那个，你经常带朋友来家里吃晚饭吗？嗯，齐晴，我平时都跟他一起吃。哦，那你那个学长来？哎，对了，刚好我同事给了我一瓶酒，正好你来了，我平时自己又不喝，要不尝尝？喝酒啊？行啊。妈，啊，想什么呢？这么猥琐啊？这怎么就猥琐了？来，哎，等一下，那个，你酒量怎么样？没怎么喝过，不知道。那就行。什么？啊，我说那个，那就干了吧。到底怎么回事？那个，昨天我那就……哦，他找我吃饭，哎，没有问你，我问他。昨天晚上。来，干杯。怎么样？我再去……哎。喂，嗯，醒醒，嗯，你不能睡在这儿，嗯，起来，嗯，走，嗯，你睡这儿，我睡沙发，嗯，我警告你啊，不准吐我床上，嗯，你别走。所以，你们现在到底是什么关系啊？这你得问他。都八点了，我得回去做记录了，先走了。啊，那我也不叨扰了，我送送他。谢飞，啊，哎，喂，说清楚啊！